但會唔會其實而家可能一啲嘅途徑會少咗？因為我記得以前啊，譬如高山劇場啦，或者每年又有嗰啲加乜乜即係係啦嘅，即係個 band 嗰個流行音樂節啦，咁好多 band 即係你幾乎咧要睇 band show 咧，其實係好容易嘅，只要你有興趣，係啦，唔愁嘅。咁但係而家咧個感覺係少咗嘅，會唔會係因為呢種即係所謂途徑或者出路係少咗好多？係㗎，我懷疑可能點講咧，搞 band show 咧，大家都覺得好似係。好似一個壓力咁，我唔知點解咧，即係當然啦，搞手可能就一廂情願，好希望將推動呢種音樂。咁但係奈何我哋好多其他嘅配套設施啊，又唔準你呢樣，又唔準你嗰樣，即係好多唔準底下咧，變咗我哋好難去搞接下一個接下一個。咁你講啤酒個冇咗啦，有一個煙仔個冇咗啦。曾幾何時年都有嘅呢個高山劇場，而家又冇咗啦。聽到話 band 話明係唔做 band 嘅，咁佢哋已經動咗好多 no band 啦咁樣，即係差唔多啦。即係 band 啊，咁即係變咗掣肘多咗，咁大家咪匿埋喺自己間房度。係咯，即係變咗係啊，可惜咗，即係冇一個嘅場合俾佢哋將個音樂話俾其他人聽。係啦，變咗香港嘅聽眾或者支持 band 音樂嘅人咧，佢哋全部北上，就去喺中國嗰度，因為嗰度好多，唔受嗰度真係唔受啦，即係咪搞天都大嘅，咁變咗佢哋唔使咯。譬如你冇，我哋咪唯有即係搭飛機或者火車上去內地睇內地睇咯，或者台灣咯。不過即係有可能要睇人咧，有啲可能未必真係可以咁樣。afford 到，係啊 ，afford 到啦，係咪？所以真係幾唏噓㗎，因為香港有嘅係，我舉例，香港有咁靚嘅海灘，有咁靚嘅夜景。就係冇喺嗰度玩嘅樂隊，即係冇嗰個節目，冇得呢個 program， 咁我唔明香港政府諗乜嘢咯，我真係唔明嘅。如果我有能力去負責呢個部分嘅話咧，我一定會推廣呢個，唔好話 band 啊，嗱，即係好多嘢都可以推動啊，即係藝術創作嘅嘢，即係可以鼓吹年輕人去正面啲嘅嘢咯。你而家成日話香港啲年輕人唔好，點，但係咧，我哋嘅政府又。似乎有冇鼓吹到一啲比較正面嘅？係啊，都有個方法，有個地方，你叫我唔好做唔好打機咁先算啦嚇。咁你話俾我聽，我唔打機，我可以做啲乜嘢啊？你俾佢你成日話佢哋流放學流連咁啊，做咗街童咁。如果佢識玩音樂，佢咪幾好啊？咁佢有個地方。啊，同埋每一隊 band 起碼有幾個人啦，咁有幾個人晚晚唔得閒喺屋企係咁死練，個鼓佬係咁死練死練，之後係咁死練死練。咁我覺得幾好啊！如果我係一個父母，我起碼見到我啲子女係。為一樣藝術喺度練緊，我唔理你玩嘅係乜嘢嚇，點唔知音樂係一樣好典雅嘅嘢嚟嘅，係呢個叫出得廳堂，講係可登大雅之堂嘅一樣嘢嚟嘅，大家千祈唔好睇低玩命嘅人，所以我希望喺呢度呼籲，好認真好鄭重，我代表大部分香港嘅呢啲人，俾個位你行下好啊。因為我哋唔差嚇咁但係咧，其實我見嗱，雖然話嗰個機會係少咗，但係我都依然咧係譬如尤其是近呢兩年咧，尤其是特別多一啲嘅 band 咧，真係可以有機會出到碟啦嚇。咁嗰個現象會唔會翻緊嚟咧？其實一定會因為點解咧？唔係話佢忽然間醒覺啊。佢哋醒覺嘅位置係以前我而家做緊手上嗰啲咧，偶像歌手應該年年都蝕錢嘅。大家都好驚。即係你今年可能哇好勁，但係你又要開始擔心出年，因為大家嘅 competitor 多咗啦，對手競爭好劇烈。喂，你淨係 sell 青春後生，波波脆，年年都有人波波脆青春後生喎。你話你靚女靚仔，出年有個更 young 啲、更靚仔啲、更大隻啲，即係女又係咁，哇咁身材好啲咁。咁你永遠都淨係走呢個方向偶像咧，你始終有個限度，去到某一個位置你計數計唔掂噶嘛。咁你睇翻啲 fan。band 唔同嘅，一嚟可以，我講翻我自己嘅例子，可以玩20年、30年，雖然個人年紀大咗，但係我仲係可以繼續去砌嘅。咁呢一樣嘢，如果真係一個有遠見嘅一間公司嘅經理人或者咩都好，或者點啊，咁佢應該係向呢一邊睇。所以而家香港出現嘅現象就係話，開始有人睇到啦，咦，有隊 band 帶手穩陣喎，即係長遠好多喎。咁我希望佢哋真係
抱住一個支持音樂呢樣嘢啦，即係唔好話好似我講嘅，淨係為錢為就係焗你咁樣啦。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必須嘅，因為全世界 band 都係主流。嗯，冇錯啊。其實同埋有好多嘅音樂咧，尤其譬如你聽北美音樂又好或者咩都好，就算一啲比較 soft 啲嘅歌，都會有少少一啲 band 雜藝，少少嘅，即係點都有一啲喺度嘅。你冇 band 都有音樂啫。係咯。你呢個彈嘢又係，如果係打翻音樂，邊個彈邊個玩啦後面，係啊，個個都唱歌，band 好緊要，冇 band 就冇音樂㗎啦。喂，但係其實咧，我知道咧，本地都有好多嘅朋友，佢哋啊，尤其一啲嘅年輕人啊等等，佢哋好喜歡音樂或者會經常夾 band 嘅。咁你會唔會有啲嘅意見提議俾佢哋？其實啊，應該點樣或者個方向係點樣？點樣去即係維持翻嗰個嘅 attitude 咁樣？有兩種，我知道有啲人就係好抗拒去玩 cover 嘅，嗯，佢唔彈人哋嘅歌，佢 day one 佢就要玩自己嘅，嗯，咁但我其實覺得咧有啲問題嘅，嗯，因為如果你唔去做一啲基本嘅點講練習或者有啲基本嘅知識咧，你去到某一位都會 kick 掉佢唔到嘅，嗯，所以我提議大家愛玩 band 嘅朋友咧，去試下study 下有關音樂嘅嘢，同音樂嘅樂理或者古典音樂，你乜嘢歌都要聽下，咁你先至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容易去行前一步，或者塑造到自己嘅方向，自己屬於自己嘅音樂。如果你一開始就做創作咧，有陣時會錯得好緊要，所以我贊成大家係根基扎實少少，先扎好個扎馬。先去打功夫咯，同埋吸納多啲嘅音樂嘅感覺。冇錯，乜嘢音樂都聽多啲。我就係即係最垃圾嗰啲，乜嘢都聽，咁樣會對你嘅創作比較有幫助。嗯哼。